淄博修空调啊。我怕你摔下来。今天换一新空调。那贴我过来。这个好，更好是吧？小心啊！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就慢慢忙。哎，好。在我小时候看到过一些照片，是我好像是在厦门还是深圳一个小人国拍的一些照片，就有很多那样的建筑，但是那些呢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另外呢，我还记得我妈妈他们呢没有带我去啊，他们去了一个世界公园，这个公园呢就是里边有什么巴黎铁塔呀、金字塔呀、罗马那什么角斗场啊，这样就是很多世界性比较标志性的建筑，但我从来没有去过。我来了成都之后，朋友跟我说这边也有这样的东西，我说那我赶紧去啊，但是他给我提到两个字，我说心有点痛，只有遗址了。就今天我们尝试着找到世界公园在成都的一些遗址，刚才看到那个大建筑呢就是其中一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座桥。这座世界公园呢在90年代啊特别的流行，到2000年之后呢就逐渐走向衰败了。衰败之后，这边的房地产公司呢就发现这地段不能浪费，然后呢他把这个慢慢的公园呢一点一点拆掉，然后就开始建起了这个新兴的建筑。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时代象征，很多东西在发展的过程中呢避免不了把过去的一些东西铲掉。好像前面在下雨。不行，我得拿伞了。怎么样，这个伞？淋坏了吗？我直接。还好。哎。刚来就下雨，这咋办？等雨停了，只能。这个雨呢，似乎是越来越大了，不会有停的感觉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么苦嘞？妈妈，我这鱼板是漏的。那、什么鬼啊！我操！我操！不行了，咱去先去车里等会儿吧。我裤子脱完了，别也脱。啊！是。鱼太大了是吧？太大。啊！我的。哎，有一点小小的绝望，还是有点雨啊。现在我们准备从这边绕过去，这样的话可以上桥，上桥，就可以干坏事了，各位。问大家一下，为什么法国青年人雕像上面所有人都不穿衣服，裸露的程度如此不堪入目？
在当时那个年代呢，出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去那么多国家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。所以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些世界上比较好的这种历史遗迹、文明的建筑，很多有心人呢做了一些这个世界公园，让我们不出国门呢就能感受到一丝丝啊好像是出了国的感觉。可能很多人呢，你这一生呢都不可能真的去实地看到任何的标志性的建筑，但现在社会发展好了，出行啊越来越方便了，很多人想出国呢也是相对于以前呢简单多了。所以世界公园的衰败呢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，想真的走出去亲眼见一见真正的东西。哎呀，刚飞了一半，突然间发现这个固件该升级了，否则它限定距离25米，还飞个屁啊！其实我特别喜欢无人机，所以我的网店上架了无人机。然后我现在所在的这座桥呢，这个桥的这半部分呢卖给了住房的这个建筑商，然后在对面呢被纺织高专买了，所以他们两个呢一人买了一半，然后在这边建了教学楼。说白了也是他们也是通过某种手段嘛，保护这个园区，这边用这个当做一个公园，然后住户呢也可以没事下来散散心，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曾经的文化遗产。30年前，对，你的童年记忆，对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这些建筑，比如说我站的这座桥，远处的这个自由女神像铁塔，这个高高的教堂，还有远处那些建筑，都是经历过汶川大地震，在大地震的情况下呢，是保持下来的，没有任何损毁，说明它的建筑
在当时呢算是质量上乘，所以我觉得拆掉真的是很可惜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后来因为当地政府吧，就是对这个世界公园的税收有点过于高了，然后主办方呢投资者呢就进行不下去了，我觉得挺可惜的。所以以后如果在某些商业运作当中，政府跟这个商人啊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平衡点，最后造福的肯定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，还有居住在周边的人。这个曾经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，现在变得如此破败，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。所以他俩今天来这儿主要是带我看一看他们30年前的童年记忆。我虽然说小时候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但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再过30年之后来到同样的地方，看到的却是如此不一样的画面啊，那种心情的落差就有点像我30年前的家一样。但是好处是我那家呢保持的挺好的，记忆呢会在某些建筑消失之后呢随之飘散，所以镜头的作用呢越来越强大。至少我现在捕捉到的每一个镜头，以后回忆起来，比如说30年之后回忆起来，它永远在那儿。Bit of paper left under the pool of coffee. Try to remember what I wrote, and you just laugh. We better have a talk. Think it might last until it's dark. When the candlelight starts. 哎呀，暴雨来临之际，我们来吃一顿滋味人汤。竹筒饭，从小吃的。这就是他们小时候在这边生活。今天再体验一下他们小时候的生活。吃减肥药的是吧？后面没什么方便。耶，你们经常吃这个吗？经常吃啊。我的妈，我也想吃。来吧。各位，我已经不想离开成都了。Enter your room, you lock the door. I'm lying helpless on the floor. It's how we spend our days, it's tragic and